这个网页版呢，有类似于它这个某抖的这个外国版，你可以通过这个网页版去看一些外国的一些信息都可以的。然后这个网页版呢是比较设计比较简洁，没有广告，虽然它是那个英文的页面呢，但是使用起来是非常非常的方便。这个网页版平时呢也是不需要什么，哎，我们正常的这个上网的宽带就可以上连接的上去了。它里面自带的一些，哎，它自己的东西是非常的便捷。今天就试一下怎么去打开这个网页版的。目前进到这个网址，它这个页面设计是非常的简洁，Welcome to ProSeedTalk。然后呢，怎么去搜索它这个视频？当你输入中文的这个关键词搜索时候，它会显示的是中文的视频。你输入英文的话，它会显示它英文的视频，分得很清楚。所以呢，也是非常的便捷。我们试一个视频看一下，搜索一个热舞吧，复制粘贴进来，我们看一会，找这个标签，搜索进去看一下，它这个页面是不是这样子的？哥们儿已经进来了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目前搜索到的这个用户的信息，我们点击播放会。So fine, but her breath is like whoa. She says she wanna dance, but she don't know how to woo. 目前搜索是可以看得了的，这个日舞是不是真的是非常的流畅？还是很不错的。相对的不错，我们再看别的视频试一下。下面也是非常的多，只要你那个标签是英文视频的，英文的主题也是跳转到你这个页面里面。如果你搜索的是中文呢，是怎么样的呢？我也没有试过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视频，多点击几个看一下，它是不是也是一样的。但是呢，它搜索这视频的时候播放也是需要个时间来缓冲。然后非常方便的是，当你在那某抖外国版的 App 看到这个用户名的时候，你可以搜索到这个网页版里面，也可以同时播放得了它这个视频。同时呢，这里也是提供有下载的，点击下载都是可以下载的，也是提供下载，这边也是可以提供下载的信息，这里就是英文的下载啊。然后你想怎么下载，就是自行的去点击下载。我们播放下。这就是外国版的一个信息啊，目前播放是没什么，完全没有什么问题了。我在视频的后期有提供别的同样类型的一个网页版了，大家看完之后会在视频的尾部给大家提供起来。这边就是搜索中文的热舞的视频，当你输入中文的那个标签呢，会显示前头是中文版本的那个视频呢。我们点击个视频看一下，是不是这样子的？哎，是没有什么问题了。我们再往下看一下这个视频，这个小姐姐的视频，我们看一下。哎，完全没有什么问题，我看一下，还是可以的。这边呢，就也是热舞的视频。哎，都是可以的。大家看一下有什么别的疑问，不能比的。这个就是也是热舞啊，看一下。这边呢就是个越南那个标签啊，越南标签啊，哎，是可以正常的播放。Lần đầu về Việt Nam. 这边，Oh my goodness, anh này đẹp ghê chị chủ. 哎，我们看一下这个页面，它一些别的一些功能的使用和说明啊。你点击这三角符号看一下，这边就是用户名啊，这边就是标签的意思，这边就是音乐，这边就是视频的 ID。你想要搜索的话，点击它，然后再输入这个关键词，点击搜索就是可以的。目前使用就是这样，就是非常的简单。然后今天这个 ProSeedTalk 这个网页版使用教程也是说到这里了。刚才我说的，在视频的尾部有提供一个类似这个网页版的一个信息。目前呢，已经是正式的跳转到这个类似于刚才那个网页版了，这个信息也是显示出来了。如果呢你在刚才那个网页版使用起来的时候感觉是非常不错，或者想体验到这个网站，可以自行的登录进来。但是在网站呢进来的话，需要一个科学上网的方法。你去自行的去解决这个方法就可以进得了了。